无古人，何无来者的选手？等等啊！喂，没动静啊？喂，喂，有动静吗？啊，可以的，有声音的，有声音的。这样吹，这个人就要把那个嘴呀、啊，对麦克风吹风，这样会破坏。陈大哥你好，评委好，哎，陈大哥，我是冲着你来，托照顾的啊。本人22，叫李毛。毛泽东的毛，身高1.82米，来自于黑龙江。为了见谭大哥，好几天没睡好觉，眼袋出来了，来了。啊、我唱的歌呢是谭大哥唱过，讲不出再见。啊，我唱的是粤语版的啊、哦。嗯。站到这个，这对对对，跟去年的。嗯。没有伴奏吗？没有。清唱。清唱。我唱了啊，我。许对许错，你要犹豫狂愁；许对许难，你要把许发表。哎呦，中午吃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重来，重来，好吧。何须共煮牛，我梦上走把云，流言几起日上去把回寻，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即是黑白秀，我最怕云更美，配合我全民一度要请把你去夺权力，付出了几条球，哪会没有虚名，你们上不上的红不说再听见、yeah. 练了，明天我就会喝醉酒的唱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是动画的演员，对，有时候那些电影的邀请喜剧，也可以参加一下。我怎么我唱歌不好听吗？好听吗？蛮不好。你要听真实的还是假话？假话就是马马虎虎，真话就是真的很不好听。因为找音找得好厉害，陈大哥，你说你照顾我，你就这么照顾我，你说我唱多好听啊！我练好几天了，连了3天了，没睡觉，没合眼。